昨天凌晨的4:57，山西省吕梁市沥石区枣林乡彩家庄南沟发生了山体滑坡，共导致9人遇难。当天，记者驱车200公里赶赴现场。现场位于吕梁市沥石区枣林乡彩家庄的一个小山沟里，这里四面环山，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，有3间半房屋已经被黄土掩埋，棉被、衣物、椅子等也被淹没在黄土堆里。在灾害发生地所在的山沟附近，也有一些村民的房子依公路而建，但因为事发时间为凌晨，很少有人注意。哎呀，我也没谁看着，估计是1-2点钟吧，到估计我走。您当时是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哎呀，听到就轰的一下，我也没当一回事，估也看了看自己的。在院前什么没有什么动静，然后没有当回事。在这附近住的有多少人？有20-30人吧。哎呀，我看都是个4-5百米吧。我买了。目前搜救工作基本结束，上壕工作已经全面展开。